到最后你会发现，还是华尔兹比较适合你。到底是谁？我觉得你好熟悉啊。 说服他要投资我在外滩一个工程开发案，他现在在检查合约，做最后的确认。而且他是一个 gay， 非常在乎礼仪。要是他看到我外套上的酒渍，这份合约肯定破局的。那我去帮你跟他解释一下好了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是一个 gay， 而且他最讨厌女孩子了。 知道，也许有个办法可以挽救这份合约。什么办法？跟我挑一首华尔兹。啊？老婆是社交我的爱好者，也许我们用一首完美的华尔兹，可以让他心情很好，也许就可以拯救这份合约。怎么样？可是我怕我跳得不好。我知道你一定跳过华尔兹的。 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说，上海夜生活这么多彩多姿，像你这么美艳的人参加 party， 一定很多人对你邀我。怎么样，帮我这个忙吗？我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哦，我没有见过吗？你想太多了吧？我确定我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 看样子你对华尔兹的步伐并不陌生。我以前跳过一点点。是一场浪漫的邂逅吗？ 喜欢甜蜜的华尔兹，那试试看叛逆的 Tango 吧。
花儿这么温柔，但是别担心，你只要发了我就好。对不起。不是对不起，是加油。签合约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当一个随便被人家拉着跑的便利贴。我是谁？等到谜底揭晓的那一刻，我不相信你还可以无动于衷。Lenny。